我女儿丢了，5岁，叫娜娜，属虎。我找了1个多礼拜了，能找到犄角旮旯我都找了，我实在是没办法。我就想让大师帮我算算，他现在在哪儿？我什么时候能找到他？如有好此祈福，系年纪老而不衰，大长甲之六厘系贯彻魂之摧颓。吴宇松话又系要痴蒲灯，昆仑系食玉鹰，与天地系同寿，与日月系齐光。我系男儿之木，农夫之系旦夫，制服江商。啊，大师说呢，你会在秋天找到女儿，她在海的东边。太阳底下遇贵人，全心全意全奉献，真心真意真找到，真心真意真心真意真找到，真心真意真找到，真心真意真找到，真心真意真找到。你够沉得住气的，别人都跑了你还不跑？刚在夫子庙后街看见的是你吧？就烦你这种假和尚，赶紧收拾东西，我起来。师叔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们不算命。不算命你们照样敛钱，敛钱就是行骗。不是，我遭报应啊！他说我闺女怀不出娃来，是我女婿的事。哎，我女婿上医院一查就是这么回事，你说准不准？这就是一江湖骗子，你给我起来，你听听。你凭什么说人是骗子呀？你有证据吗？他妈的，现在偷走大师说说最近有个艳遇。别说，别动手，别动手啊！你看什么？大师也是假的。我的钱丢了，妈！哎，哥们儿。刚刚太帅了，多谢帮忙哥几个，回见啊。他说你也是假的啊？我怎么可能是假的？别闹，我还有事儿。不真是你吗？怎么在你这儿啊？这是成长证吗？你留啊，你这学生证、啊、你给我拿来拿来。你以为光换个皮儿就能蒙人了？春风快递，加上领了不少财嘛。你一送快递的，那是冒充城管啊。我讨厌骗子，看你把大伙闹的鸡飞狗跳。我女朋友就听信了这骗子的话，非说跟我八字不合分手了。我讨厌说假话的卖假药的，都他妈是骗子。
真的丢了。他五岁，我找了一个录像机了。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我之前找了私家侦探，还有那些号称是道上的人，都他妈是为了骗钱。找女儿，你应该报警啊。我不能报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一只老虎。我没撒谎，真的。我给你看，你看，它真的就像我女儿一样，它从生下来一天都没离开过我。你怎么可能会有只老虎呢？我是一个动物园老虎饲养员，五年前动物园倒闭了，他们要把所有的动物都送到马戏团。那你为什么不把那老虎送给马戏团呢？你不让马戏团虐待动物啊？那野生动物园呢？不行，她是我女儿，她从来没见过其他的老虎同类，把我当妈妈。失修的小教堂，我把娜娜养在了那儿。对人一点防备都没有，所以说他根本不是丢了，是被别人弄走了，对吗？对。谁呀？刘神奇。刘神奇？谁是刘神奇？刘神奇，著名企业家、慈善家，他捐款支持学校建设，许多学校都拥有他所设立的神奇实验楼。他还出资为精神病院增添新设备，改善监狱犯人生活条件，为本市的首富加首善。就是他抢走了我的娜娜。这世界上那么多只老虎，怎么就相中你这只了？这得问他呀。这我怎么知道呀？找刘春奇啊。你不知道哪个叫他吗？直接往他要。他抢了我的娜娜，你觉得他能还给我吗？我要他就能还给我吗？我觉得有可能。为什么？你长得还可以啊。什么叫我长得还可以啊？他要做标本，拿我女儿做标本。这种人啊，一般都有两面性。对，你说他是个慈善家，对，他还是个教育家，对，关键他还很有钱啊。对，你说他拿这些钱他开个动物园好不好？非得处心积虑的去坑你那只老虎，你说对不对？对。你这不会是一种新型骗术吧？刚刚还又哭又笑的。这骗子真够没耐心的。
这是炸碉堡呢？这是我全部家当了。哎，这菜硬来，快快！哎，没见过呀，钱。这不是钱的事儿。不是养老虎，你有钱啊？这是命的事儿。这菜吃不下。咱说酒事儿。姑娘，姑娘，老杨不喝白酒。咱不到了啊！可以。你给我，这是我自己带的酒。老杨，咱不跟他。娜娜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小了？娜娜，我要把饭都他是我们家凤霞。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油盐不进啊？你不相信我吗？你们跟我去个地方，我真的没骗你们。你家在哪儿呢？送你出去啊。不行了，大出血了，准备止血。小子没气了，让西西再看一眼。留下来处理他们娘俩的尸体，我想跟他们做最后的告别。突然，好像小老虎的尾巴扫了一下我的手，我就一把把它抱过来，然后我就开始给他做人工呼吸，我就拉着他的前腿给他做扩胸运动。
去了他投资的学校、酒店、药厂，甚至养老院，都没有收获。我查了刘神奇捐助的所有学校的神奇实验楼，明天下午2:30，刘神奇会在第二化工学院的神奇实验楼有一场讲座。我国因为忧郁症而自杀的人有20万呢。虽然我们有很多药物来治疗就是抑郁症，但是都是用控制、镇静，或者是分泌多巴胺。那我们能不能再跨进一步？我们用释放来实现它，让我们的人的大脑发挥它的潜能，让我们人能够自动感知到美好与快乐。医生，你找机会把定位器放在他身上。这边，教授，跟您拍个照。有了，有了。灵山和周岛交界的地方，魂石风过无痕呐、啊。这是我们教授研制的新配方，请品尝。家属，他的幸福感已经不断的飙升了。老大，没气儿。这算什么？这货拿回去没法卖。他的大脑到停止运作的几秒以内，经历了一个很复杂的重启过程，就像起死回生。听说刘教授只收黄金和钻石，不成敬意。我是个艺术家，我的梦想是为人们带来自己的快乐经验。我一直觉得人的大脑是可以无限开发的，直到看到上帝之光啊。您让人产生这些快乐，只有上帝才可以，所以你才是上帝。不，我不是上帝，我的配方才是。全是座椅，有瑕疵。你们仨是怎么认识的？我自己想抛，老杨把我请回来的。我第一次见他，他走来找我，抱只猫，虎斑啊，纯虎斑，特别名贵，200块钱。200块钱虎斑猫。那只猫我在奔驰上弄下来的。那女的，她非说人家一修自行车的，挡她道。然后伤人家耳光。这孩子偷风不偷月，偷雨不偷雪，真好坏，专门偷坏人的东西。我跟老杨认识得有10年了。我们俩是大学同学，都是学畜牧业。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说。你为什么老戴这些怪帽子？这我的风格儿。
他秃顶。里面有空调，降温用的。每天研究那些不靠谱的发明，你看这屋里全是他弄的。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女生绝缘体。我说啥呢？那么我发明了这么多好玩的东西，你怎么不说呢？哪儿啊？这火锅你现在吃的正香了，这不是我发明的。有瑕疵。咱们这次踩点的，方远，截取网络输出信号。小雪和一手呢，进入别墅，然后小雪，你负责吸引保安的注意力，找机会看看老虎藏在哪儿，以及我们的撤退路线。不是说最快也得明天吗？你这是赶上巧了，真赶上我们零三零件下了，总部说你这网坏了，你还以为嘞？哦呀！哎，我就说这臭豆腐留打粪，你费吃。走，快！方远一旦截取信号，一手你马上行动。那你呢，阳光？一对尖，去过两次了。要不起。一对小三。太坏了、哎，这都能走掉。您是刘教授吧？听声音就知道是您。我特别喜欢听您的演讲。五块钱，我来。不用，哎，不用。怎么回事？这么沉的东西干什么呢？不用，捡捡。还行呢，刘啊。五块钱？不知道这每次都五块钱亲自送的吗？啊？滚蛋！一手，我这边搞定了，你找到出口没？您说的这种抑郁，我有个朋友他体会过。他遇到了什么？很可怕。能跟树一样，他越是想往高处的阳光，他的根就越是伸向黑暗的地底。那个，我出去吃啥子？出去接手机啊！去！下都看了，没找到下去的路啊！快乐与悲伤，就好像一对双胞胎。当我们制作的快乐足够强大，就会充满大脑，影响了忧伤。忧伤就忘了几个海冰果，以为自己是快乐了。悲伤给我带来的，我也很感谢，因为我从来不会在月亮的背后思考问题的。是修网线的啊！不是，你们人在我这儿了。不是，啊？哎，组织监督器械正常，恁这个系统啊还是得升级，要不啊早晚得出事儿。怎么是呢？俺娘先走了。一手活人类。干什么？还落了。在吗？啊，这不是让你们玩的，走火了怎么办？哦，我查到这儿曾经是一座修道院，楼梯一共有三层，楼上两层和一个地下室，加上厨师一共有八个人，每天中午12点有半小时是他们的午餐时间。这是我们行动的机会。你们看，这个胖子，他们叫他吴管家。
我看见他去了书房，我亲眼看见他拎着两桶生牛肉从这个门进去了。娜娜就在这个门后面，我肯定。打开这扇暗门需要一张金色的磁卡，这张磁卡就放在二楼管家办公室的保险柜里。但怎么才能靠近他的保险柜呢？我听他们说最近要招一个护工，我可以借面试的机会进入办公室。哎，他们这种人肯定是有金库的，我们干脆啊就一起端了，正好是为民除害，让你找的出口呢？当然有了。只是一条常走的路，出口就在地下室。刘申奇呢？你聊出什么了？哦，他这周去上海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一个星期的时间救出老虎。你们谁是老板呀？我来寄养这个。我们这儿只寄养活的。它就是活的呀。上礼拜妈妈去世了，可虽然妈妈不在了，我还是能够感觉到其实他哪也没去，一直都住在这个里面陪着我。你那么想让他陪你，为什么还要寄养在我这儿？我爸爸说人死了就是死了，哪也去不了，还叫我把这个给扔了。我就要寄养在这里，我还能经常来看看他呢。看见妈妈了吗？他觉得他妈妈没死，每天晚上都会出来，有的时候躲在衣柜里，有的时候躲在床底下。妈，你出来呗，你出来陪我说说话。我不怕，死亡是肢体一种精神的感受，而精神是不会灭的，所以没有真正的死亡，只有真正的悲伤。而你呢，就知道适可而止，因为你不是他了。你要告诉他，只有死地有后生，这才是快乐真正的动力。侬好，我叫方春芳。我川普。我阿个卫校毕业，我个今年毕业五年了，我现在个人民医院当护士。第二人民医院，是不是？侬搿地方真老堵啊！啊，晃得我晕死脱了。项目好打了。哪能女生搿个问题了？丫头，丫头。侬呼吸个枪啊？就让我当个兵的嘛。男人就好这一口。啊，哎，小心点。吃饭，吃面啊，顶住了啊。我外妈老在行啊，根本口说无凭。啊，我帮侬按一按好吧？侬要是呼吸呢，我就留下来，好吧？要得。哎。侬晓得否极泰来是吧？手法独特，疏通全身经络。你妈哦，这是方糖时间太长了，画都画求不到。啥？葛末感冒的时候嘞，要多补充一点点糖分。谁吧？川普。
平平，咱俩是个拼法，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。哟呵，还打扮上了，个老流氓。我就说有金库吧。高级，高级，高级！大家看到了吗？那呢？现在我所在的是一个地下室，地上全是水，水里面全是金子，看到了吗？这中间是一个小金人，你说他到底是谁呢？那你不在这儿，应该还有别的出口。我们走吧。别动。快乐与悲伤就好像一对双胞胎，所有神兽的表情和水里的倒影一模一样，只有这个快乐和悲伤在一起了。小雪，看前面，那个不是娜娜。小雪，小雪，过来，看清楚。喂，大嫂，乌龟，看看，这个不是娜娜，看清楚了吗？这个就是给娜娜准备的。刘神奇有个妹妹，也叫娜娜。10岁的时候死了。你想啊，刘神奇的妹妹叫娜娜，我好像她父亲一样。你的女儿也叫娜娜，她真的就像我女儿一样。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特殊的联系。那位刘神奇为什么必须要得到你的娜娜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上次在火车上他跟我说的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你对刘神奇比对娜娜感兴趣呢？他还跟你说什么了？刘神奇告诉我什么是永生，他还教我怎么样从痛苦里解脱出来。哎呀，老杨，你快别砍了，你把我吓着了都。我问你，我们到这儿来干嘛来了？我们就一个目的，找娜娜，找出口。找到了吗？你在这干嘛呢？娜娜生死都不知道，你还在这谈刘神奇的职业，说刘神奇说的话。
我要抱着你，不让你受伤。我要看着你长大的模样，我要为了你不停地歌唱，直到爱不再离开你身旁。细皮，队长，我吗？你，我，你忘了？你俩，我们两个还跑。娜娜，朋友，快点儿，跟你握手呢。知道你们是他朋友了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你不是死人吗？啊！对不起啊。什么事？那边还有个门，跟我来。娜娜，跟上。记呀，你家娜娜都忘了自己是只老虎了啊，还装动物标本呢。没事儿，药劲儿过了就好了。
药劲儿真大，还得让他再滑吗？都停给你了，穿和东西都带走。哎，你们这是秀吧？摄像机藏哪了？机器呢？哎，把枪放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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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被截胡啊！没啥事，没啥事，我就知道水路不靠谱，幸亏我留你。到，性别男，民族汉，出生1980年4月6日，住址普世定海南路花园小区2单元210室。最近我的睡眠特别不好，老是失眠。你们非要进那个灭亡之门，我也帮不了你们。有情无昧，入水即化，比刘顺进不多，刷一下就化为虚无了。这就是那个 Lady Gaga， 这长得太可笑了，跟个窝囊废似的。骂谁呢？窝囊废把我们给抢了。关键他是谁呢？哎，你看这名起的，林地道，你干嘛呀？你认识他吗？我不认识。你看着他说。你有病啊！我们四个人当中肯定有一个是内奸。我刚才说林地道的时候，你看他本能的，他把头别了过去，他不敢跟我对视。哎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人的潜意识是无法撒谎的，你肯定认识他。我们一起来鼓励。鼓励曹队长第一个跳下去。不是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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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
西米，西米，大家看，他家有个苍井巨人。那杀人不？那明明是兽女标镜。啊，那就是床上标镜跟那个杰梅长得一模一样。你不就想说是我吗？就好说，那就是你呀，那不可能是我们三个吗？怎么不可能呢？我还觉得是你呢。我巴不得你赶紧找着你们家娜娜，赶紧给我走。你就是想让我走，全世界都知道你想赶紧让我走。那我有病啊！我给自己找那么多麻烦。你就是有病，你有陷害我的病，你想让他觉得我是个骗子。说起那个李劫匪，你说他是个女护士，你跟我分析分析。我现在脑子有点糊涂啊。我一直觉得他那个防盗。以后咖啡就不要加糖了。哎呀，表个态。但是这里边啊，最不可能就是小雪。你想啊，他要救老虎，半道了，自己劫自己，玩呢。教授，我和姐姐刚弄好的巧克力浴。怎么你们先玩上了？好吃。我还以为你真的觉得有内奸。内奸倒不至于，但是我不喜欢那个曹队长。关键时刻揭发别人，讨厌。晓得了。这样吧，明天我跟小雪，我们两个人去花园小区探探路。你呢，跟一手，你们去树林里把藏那儿的车开过来。嗯，还找啊？废话，躺啊！慢点。你确定他家了？哎呀妈，都翻了！你看是不是在你身上？那个就是那条大个鱼头吧？啊，他刚才好像在找什么东西，一手偷的钱包呗。这哥们手机落这儿了。方远，老杨，啊！什么情况？老王，过！我和一手不找车去了吗？这哥们在车里困了两天了。饿得把一袋狗粮都给搓了，没在里边拉屎吧？没有拉屎，不是。哎呀，我这个车里边什么都有，三天全都是吃的这个狗粮。现在狗粮在他肚子里面都泡成馒头大小了。你们这个到底是什么车啊？为什么我进去以后搞半天都搞不出来？这车门锁只要是窍门进去的，不管是里面还是外面，肯定打不开，除非他手里的遥控器。你认识林地道吗？啊，没听过，不知道这个人。这手机谁的呀？啊，我不知道，我姐的。你姐是谁？我说我姐的，姐姐姐的，你听不懂普通话？我知道我不应该偷车，我偷车是错的，你们就把我当个屁，把我放了吗？你不要走吗？哎，你就是偷车未遂，没必要把我锁起来吗？哎呀，他撒谎了。我出去啊！你们干什么？我有点害怕兔子。开门啊，回来。安子，林地道在哪儿？他的手机怎么在你手上？学姐，你和我表哥不是一伙的吗？你还不晓得我表哥这个人啊？我问你他在哪儿？我也不晓得。你想好了再说。
真的，他一直让我跟踪你，我还以为因为你跟他分手了，所以他让我看看你有没有找什么新欢。林地道半道劫了我们，怎么回事？我晓得你们要去抢金库的事情，因为那天我就在窗子外面。抢金库，抢金库，有完没？抢金库，抢金库，抢金库，抢金库！哎呀，抢金库！咱们有新经验。抢金库，抢金库，抢金库！对不起啊。抢金库，抢金库，抢金库！你觉得我们要抢金库，所以你半道劫了我们？什么叫我觉得呀？我都听到了，那个保安在那边喊，丢了个小金人，丢了个小金人。那你们不是在抢金库，是在干什么吗？我们没在抢金库，我们要救娜娜。你们连我们娜娜一块抢走了。她现在哪儿？我真的联系不上我表姑。但是当时说好了，说我们在山上打配合，怎么用完就把我搞忘了嘞？你相信了一个最不该相信的人。你以前也不是一样吗？咱俩不分手了吗？你不嫌弃我吗？嫌弃我你还来找我？雪儿，你说为了你我都这样，我容易吗？我滚一边去！娜娜，娜娜，娜娜是我。丢下你，娜娜。行行，别叫了，都不认得你了，这就是一畜生。哎，我聪明吗？你在这儿养过的，这地方既危险又安全。你想要这些，你留下，娜娜，我带走。你说你抢金库，你就抢金库呗，你把人老虎给抢走了，这显得我多没信用。你把娜娜偷着卖了，你跟我说信用？我问你，我救娜娜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跟我有关系，你把人老虎给抢走了。你废话，你不偷我能抢吗？所以跟我有关系，你连累我了，我现在多被动啊。我跟你说，压根人就没看上你那娜娜，是我跟人说娜娜是7月22号财神爷转世。你是7月20日生的。他是那天走的，我跟人一通吹，说这老虎多有灵性，有起死回生的命。然后你起死回生，又叫娜娜，那不是你，还是谁？马上你就可以解脱了，你解脱就永生，你永生，我就可以真正的与他相见。娜娜是我女儿，不是你。你总女儿女儿的，你看看，这是个畜生，他不是人。只有在你是畜生，在我这儿他就是我女儿。你那老虎多少钱？20个，顶天了吧？我那账多少钱？200万，20万200万，合算吗？要没有你那老虎，我还真还不了账。哥，你看看这个损失，你看看，跟咱那差不多，人家这个成交价都到817万了。雪儿。800多万，哥有钱了。你要几只老虎，咱买几只，给你开个虎园都行。娜娜，你走。嫂子，你那个爱好太豪华了，那虎啊、豹啊，不是咱玩得起。这玩呢，都是人迪拜王子才玩。生命中。充满了未知数。刚才天还很好的。教授，危机快到了。我很好奇的事情，如果给你们选择，从悬崖跳下去，
我进入我的极乐世界，你们会选择哪种？死亡。你们知道死亡是什么吗？或者娜娜，她四岁的时候被人家的藏獒咬伤了，躺在医院十二天，我救不活她。后来那只藏獒被我用乙醇和马王坚折磨死，然后就变成我第一个标本。用了20年的时间，终于找到娜娜。原来娜娜的灵魂就在你的娜娜的身体里面。娜娜，我是哥哥，所以必须让你在娜娜的身体永生，让娜娜的灵魂才可以永远有栖身之地。就永远不会分开，而我那就可以忘掉痛苦。带给你痛苦的是你的心，不是外面这个世界。你杀了他也得不到你的妹妹，你也得不到真正的快乐。你真的太可悲了。你是个聪明的姑娘，很可惜啊，你不懂我。其实你没有人懂我。我懂你啊，我懂你。对不住对不住，没撞着吧？这破车我刚捡的，没砸你。这小宋，你看看，醒了，头不疼了吧？我跟你说，你那方糖啊少吃点。就你是林地道啊，长得忒埋汰了。你穿的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到底是谁？我们在火车上见过呀。红树和树叶，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，它的根就越伸向黑暗的地。好大的盘棋耶！你朋友是病好了吗？好些了。我是这么想的啊，你把他们放了，我归你，我来换他们和老虎，可以？可以可以，换。咱们玩格局大的吧。你嫌我格局小？你大，偷鸡摸狗。哎，别这么说话啊！我从来不偷鸡，我偷的是虎。这买卖不合算，不好玩，更不刺激。那你说怎么才合算，才好玩，才更刺激？你是我吃，把不可能事情变成可能。请教。比如，我知道你偷我老婆，你知道我知道你偷我老婆，你在我不知情之下，你真的偷了我老婆了。咱们两个人呢，定了协议。7天之内，你把老虎放到别墅，别管我用什么方法，我再把它弄出来，算我赢。那你输了？让我尝尝天堂之魂的滋味。赌命啊！啊，好玩啊！但是我要提升一下难度。讲。我会把老虎放在我的恒隆电站旁边，那里的安装系统是银行级别的。如果你在闹市区能够把老虎弄出来的话，我不但把老虎给你，而且你抢的东西我全送你。痛快！果真你是最懂我的，加入我吧。小瘦，你的那个世界呢确实是不太适合我。好，7天之内等你来。
棋打赌，你要是赢了，把金人给我呗。反正你们只要老虎，金人这种俗物给我呗。阳光，好，耶！你们不能害我，阳光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丫的到底怎么坏的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你之前隐瞒你们俩的关系，是因为面子吗？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从林地到接我们的时候，他唯一没搜身的人就是你，还故意留了一辆快艇，也是为了你。还有呢？在林地到家里边，我差点从窗户上摔下去。你居然下意识的去旋转拎着你家的摇杆，说明你在那生活吧。还有，你故意放走了安总。不过啊，你确实是不太会撒谎。谁能保证一辈子撒谎？你能吗？就算你说的都是假的，我还是会帮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救娜娜是真的。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，从小就我和我妈两个人相依为命，身边所有的人都瞧不起我们，欺负我们，讨厌那种感觉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竟然学会了说谎话。因为我发现我说谎话可以得到别人的关注，后来我撒谎竟然撒到了我妈头上，是为了让她关注我，还是为了多要点零花钱？我跟她说我被绑架了，我妈信了，拿着钱去救我。就在他过马路的时候，而那个时候我就在马路对面，亲眼看着这一切。穷人，有钱任性，牛掰！奇葩发明家俱乐部，你包括我自己。人人都有梦想，小雪儿梦想是老虎，我的梦想是钱，你们老大的梦想是当英雄。我的梦想还真不是想当英雄，那是什么？我梦想就俩字儿，啥？你猜呀？
嗯，你刚跟我们说你梦想什么？钱呀、啊！有钱之后呢？有了钱，我就有生意了，我就有了地位，有了地位，我就有自尊了，有了自尊，我就可以带着小雪儿，我们俩游山玩水。我的梦想是雪儿。啊！实在是高。他就是一钱脑袋。爆破不行，如果爆破的话，娜娜不也保不住了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难道明显了？对，你们看，就是要明显。欢迎大家。我把老虎放进来了。好，为了这句话更实际，所以从经理、古董鉴定员、柜台人员全部不知道这个事儿。是吗？说他们有可能会报警。那就看你们怎么破了。八个保安，没有不开门，还有十二个工作人员。精灵在哪儿啊？这次来有什么可以帮忙？你看到那个精灵吗？就在他的桌底下。我们最好的金库，但是相应的价格也比较高。二号金库和三号金库是寄存小件物品的。谢谢。阳光说明抢，小雪开车在外头接应，我们四个冲进去，枪是真枪，进去之后先控制人质，然后我和那个戴帽子那个，我们俩压着经理去金库。去救老虎，抢金人，反正到目前为止全是套路。咱怎么着啊？明天一点，正式行动。他们家那个丫头一共四个人，算上我五个，还有你呢。咱们说好了，我是你们这边的，不假装是那边的。怎么假装像你是无间道的呢？我要是无间道，我就下十八层地狱。无间道就是十八层地狱。放大乘以三，吴管家，有点意思啊。哎，林先生，我忘了通知你了，行动改明天了。打个结怎么还能临时改时间呢？行行，知道了。教授，他们的行动改明天了。你还没吃够呢？不是，老公，真的，你尝一下，超级好吃，又脆又香。你真把自己当狗了，你啊？干什么嘛你？烦得很，你再这样，我不想跟你干了。好，吃这个啊。告诉你啊，这次咱不能失手。好，金人一拿到，立马坐飞机颠儿啊。不是，那个刘教授那边怎么？什么他妈教授啊？那就是一个会咬人的野兽，用完就弄死你。这回我可得长点心了，我他妈还就玩无间道。哎，你知道为什么劫匪得四个人了吧？为什么？一个人呢不成事儿，两个人容易吵架，三个人又不平衡，四个人刚刚好。那五个人呢？坐不下。
多危险啊！知道了。阳光，小心。放心。这危险的时刻，我闻到了浪漫的味道。浪漫在哪儿呢？我还干不干活了？你有病吧？没事。几点下班了？你你好，不好意思吧，就让你去看。喂，干嘛了？怎么了？假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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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假的。别着！我怎么那么吵啊？我这是见着你干嘛呢？我们打劫呢。警铃响的，多吵的慌啊！打劫！鬼子！鬼呀！抓走！抓走！别那么凶，别那么凶！咱们呀，打劫怎么能不凶吗？咱们都把手机打到飞行模式啊！啥飞行模式？可以报警了，拿过来！经理，麻烦你过来一下。走吧。还有点时间，哎，要不咱们聊会儿天吧？转过来，你快点儿。人这辈子啊，不是谁都能遇上劫匪的，这是幸运，别把它当作惊魂一刻，就当是一种特殊的体验。就比方爬雪山、游太空。海底探险，人生嘛，啊，总得有一些不一样的经历啊，你才能和别人吹牛啊。你给我成心是不是？啊，客气点儿，我不客气吗？紧张？我打个劫，我跟他客气什么呀？不他妈这把吗？我都认识了。我认识一个小女孩，10岁左右吧。他的妈妈去世了，但是他相信人是有灵魂的，所以呢，他一点都不悲伤。他不悲伤是因为他有记忆。因为他相信在他的世界里，妈妈永远都不会消失。也会得买一趟的。人家劫你了吗？我还认识一个女孩。他的世界非常的简单，大海、孤岛、教堂和一只老虎。他特别像另外一个世界的人，但是我知道啊，他在世俗里扎扎实实的待过。看他喝酒的样子，你就知道他泡过夜店。我看他对男人的样子，我就知道他被狠狠的伤过。还有就是他的身世。活得像个谜，谁想活成个谜啊？就是那些痛到不想回忆的人，他们会选择遗忘，遗忘掉所有伤害过他的东西，让自己活在一个简单而美好的世界里。我很羡慕他，因为我做不到。我有太多的东西忘不掉。那什么，失而复得，我的梦想实现了啊！先走一步，走走走，拿了没？拿了，车呢？今天让人家走了，哎呦，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哎呀，不好意思。
管家会请他们上运钞车，宇阳公司不会拒绝的，因为他会告诉他们老虎就在车上。娜娜在车上吗？在啊。等他们上了车，因为他们的劫匪装扮和典当行的目击证人，你们的人就可以把他们当成抢典当行、抢运钞车的劫匪，名正言顺、正当防卫的杀人灭口，是这样吗？都给你猜到了。师傅，来盆花吧，这花可香了。不是我，是阳光。哦。你车怎么停这儿啊？加本看一下。喂，哥们儿，帮个忙呗。是阳光的主意吗？在你邀请大家参观典当行的时候，阳光无意发现一街之隔的这家银行有个防爆演习，所以他将计就计上了你的运钞车。我知道，七道令西服嘛，老杨不是说五天之内吗？赶得出来吗？必须赶得出来。我知道应该有防爆演习，这不是在今天了。阳光曾经帮过这家银行的经理。阳光最近有一个计划。上次你帮我抓到用假钞调包那个家伙，我还没好好谢谢你们呢。他们帮阳光把日期调到了今天，就是为了等你们呢。你想走吗？嗯，走吧，戏开始了。我才有料到我会上你的车吗？你们接下来看见那个戴帽子的家伙了吗？待会儿他会放些有趣的视频。巧了，我也有一个有趣的视频给你看。就猜到里面就会下药，跟酒精的麻醉药，我一分钟就搞定了。教授，你今天又生效了。如果你们真敢放那个录像，管家又被娜娜杀了。如果不放录像，娜娜就安全了吗？你们不就平手了吗？我不要平手。那怎么样才能不平手？要不然这样，让娜娜给他吃，他可以当上英雄，娜娜也救了我们大家的梦想，都实现了，好棒啊！你想让他死，你先把我打死。
李小成，怎么了？怎么有人跑出去了？教授，阳光郭男上来了。阳光，你赶快离开！娜娜现在连我……都没了，这更死定了。干嘛呢？啊！你不是要救娜娜吗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阳光。小雪呢？欠娜娜妈妈一个承诺。我呢，又欠小雪一个承诺。承诺像债，得还。高兴，他已经永生了。怎么了？这门打不开是吗？没我这把钥匙，你当然打不开了。谢谢咱们特警和志愿者的配合，今天的防爆演习非常成功，大家辛苦了。好，警察叔叔，我是来报警的。你看，你看这个视频，这个视频是我们从他那个地下制毒室拍到的。你看这一桶一桶的，全都是毒品，还有这些植物，看着漂亮，这些毒品流传到市面上，害多少人啊！警察叔叔，就是这个人，他手里有枪，开枪！打上枪，赶快下车。你之前说快乐没有办法自己产生，只能靠后天制造，我现在不同意。没死，因为我发现娜娜也从来不在月亮的背面思考问题，在她心里我看到了爱，但是在你心里没有，因为你心里是空的、冷的、硬的。知道什么最可怕吗？不是别人不懂你，而是你不懂你自己。那伟人是当什么英雄啊？小雪，你别吓我，小雪，小。猫眼的发明虽然有瑕疵，但还是很牛逼的。这里面啊有两种酱料，打完一枪呢，枪会自动上膛，切换到另外一枪。那也没有你家娜娜牛。
什么时候脱的呀？毒品真害人呢。举高点，小丸子看镜头，再笑开一点，笑开一点。哎，那个虎头，往前点，老虎头呢？往前大胆，往前大胆，往前。别开枪，我记住他了。有人射钱，你能射老头吗？小心高阳！
跳过去，干什么？跳什么来了？娜娜，你快跳过来！你相信我，没有时间了。完成了，老汪和一手还等着我呢。走吧你。我去哪儿啊？小雪。啊？你不属于这儿。到你最向往的地方。阳光，你要干嘛呀？哎，还记得？林迪道和我们谈梦想的时候，我说我的梦想是什么吗？你说，你猜，自由。我想要抱紧你，天。阳光，阳光，你帮我，把我丢了。风很大，我会怕。你别把我丢了。路很黑，我会怕。你别把我丢了。风很大，我会怕。你别把我丢了。等我长大了，给你一个家。
还是会相遇的。对于只有一次的人生，有时候失去就是得到。为什么一定要有距离这东西？我们的梦就是要这世界更干净。